夏小姐，给你看看人妻的照片。我看看，这也没什么呀。你再仔细看看。啊，再放大点看看。新手如何快速组建 S 级战队？那当然是来一波十连抽啦！抽到橙卡就是血钻，哇，竟然有三个五星，真的血钻！一些卡牌不要急着扔掉，拿去分解可以获得大量的卡牌碎片，最后将分解得来的碎片重铸，就有机会获得全新的 S 级卡牌，这样就刚好集齐五张 S 卡啦 ！S 级战队诞生 ，so easy， 你也赶紧去试试吧！